各位好，我是 Harry。那么今天我们要介绍一款上个礼拜才刚上市的一款游戏，叫做 War Dust。那这一款游戏让很多玩家都是眼睛为之一亮，因为这可能是 Steam 上面现在少数几款或是唯一一款就是做到大战场32打32的一个射击的 VR 游戏。那刚出的时候，我记得它是在10月20号出的。那其实，在那个时候，它刚出的时候有做一个特价。那只是一开始其实还没人玩的时候，就只是抱着一个观望的态度，想说，哦，好吧，等个几天看有没有一些人的评价去刷上去，再考虑值不值得入手。但没想到我记得到了10月21还22的时候，他的评价就瞬间被刷到了极度好评，那大概有50-60个好评吧。那后来马上就抓了来玩，那只是我只玩了23跟24两天之后，我就25号就飞去泰国参加他们的电玩展。那其实说去电玩展好像不太适，因为每次只要出去跟一些国外的朋友，就变成了泡面的交换大会。好，那话不多说，我们就马上切入正题了。好的，那我们进到游戏画面，会先是进到这个界面，那就我就一从左到右，从上到下做一个介绍。好，那最左上角这个按键就是可以让你选择你的兵种细项，那就是客制化你这个兵种你所要使用的枪支。还有就是枪支，你可以在这边做一些配件的更换，像是它目前只有提供2种瞄具，然后只有2种枪管，还有一些枪支的 skin。那枪支跟它的就是枪支的瞄具那一些装备都需要解锁。那解锁就是其实上面看到有一个 level， 那它就是要用就是你每一场打下来的分数去累积这个兵种经验值。那它当然累积越高，你可以解锁的东西就越多，那相对你能使用的就越多。好，那再来就是设定。那它设定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去做更动的，因为我一进来我是用预设，那除了把音乐关掉，那我也没再去做什么太多的设定。好，那在右边上面这个就是一个排行榜。那还好，不出我所预料。那我才刚玩4天回来之后，我就瞬间被刷下来了。那还好，我有在那2天做很大的努力，所以有在排行榜上面至少挤进了 top 10。好，那再来就是小队。那这个小队还没有研究出来要怎么把好友或是玩家拉进这个小队。那目前唯一知道的是，比如说我在某个房间进行游戏，那我 Steam 上面的好友也加入游戏，那他系统好像会优先把你的好友拉进跟你同一个伺服器，然后尽量编成在同一个阵营的同一个小队。好，那再来就是移动方式的选择。那他目前游戏有3种移动方式，那我看了一下简介，左上跟右下这2种移动方式应该是属于同个类型的，就是你要用2只把手做一个跑步的动作，让游戏中的角色做移动。那如果你对 VR 游戏是玩的会有一点头晕的人，那建议一开始可以选这2种移动方式。那如果你像我一样，就是已经对于 VR 这一类型已经不会有头晕的状况，那你可以直接选择最经典的移动方式，就是直接移动，这样在游戏里面的灵活度会相对的比较高。好，那做完一些设定，我们就可以按中间的那个按钮来开始进行游戏的搜寻。那它这个游戏目前还没有伺服器列表，它都是由统一由系统去做玩家在房间的分发。好，那进到了游戏，那它在重生的界面，那它中间就有大地图可以让你选择你的重生点。那右边一点的话，这边就是一个目前玩家的杀敌状态。那右下这边有小队的成员列表。那再往右边一点的话，那这边就是它会有做一些基本控制的介绍。那一开始刚进来的时候可以稍微看一下。那左边这边就可以让你选择你要进行游戏的兵种。那它最下面也是一样，会有一个客制化选项，就是每次重生之后，你可以再做一个瞄具上面或是一些枪管上面的更换。
哦，那开始介绍一些人生装备，因为其实 VR 他在电脑上面看的视角，比就是在游戏中看的视角其实是有一点差别，所以这个画面是好不容易让我可以抓到，就是我可以拍到我全身的装备。那分别右手上面是主武器，那下面从右到左右边就是副武器，那再来就是副武器的弹夹，那再来是手榴弹，然后最左边是主武器的弹夹，那在上面一点的话就是小刀。好，那再来就是做一些简单的主武器介绍。那它也可以双手持枪，也可以做单手持枪，在游戏中目前是没有差别的，没有后坐力上的区别。那它换弹夹很简单，就是用左手的 trigger， 就是在旧弹夹按一下就可以把旧的弹夹卸掉。那也是一样做 trigger 拿新的弹夹。那它如果射击完的话，都需要像这样做一个上膛的动作。那如果假设你没有把你的子弹射击完，那就不用做上膛的动作。相信如果就是对枪支有一些了解的玩家，大概都知道这个原理。好，那再来就是武器，算是背包的功能嘛。其实这个游戏它做这个背包的功能我很喜欢，因为它不像其他的游戏，它就是主机只能放置在身后。像你看，我现在我可以把枪支放在我的视野中的基本上靠近身体的任何地方。所以我就选择把枪放在右边的胸前，因为如果你放在后面，其实我发现这个游戏你把枪放在后面，那它其实有很大的几率你不一定可以一次把枪拿到定位。因为像我之前还是刚玩的游戏，我很习惯性的就是也是把枪放到身后，但我发现我要再把枪重新抓回来的时候，其实很难抓得到。好，那再介绍一下手枪。那他手枪的换弹方式跟步枪一样，就是用左手的 trigger 在弹夹的地方按一下就可以卸掉弹夹。那他如果你手枪你子弹打光的话，他的弹夹会自动脱落。那你在上新弹夹的时候，他也会自动帮你做上膛。好，那我介绍一下，就是在我选择的这个直接移动的模式要如何跑步。那他跑步的话，就是他枪管需要朝下。那你只要朝下，它就可以做一个跑步的动作。那如果你枪管再次举起来的话，它就会停止跑步。那就像我现在目前画面所展示的这个状况。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翻墙。那这个翻墙我觉得还蛮有趣的，就是它单手、双手它都可以做一个翻墙的动作。那它要翻的时候，就是你左边的那一只手，就是或者是右边的那一只手要放在你要翻的那个墙的上面，然后按下 menu 键之后啊，就你手要做一个翻越的动作，然后你游戏中的角色他就可以翻越你所想翻的那个墙。好，另外他左手上面会秀一些简单的资讯，像目前现在看到就是你的 K 值跟你的 D 值还有你的分数。那下面两个左边跟右边分别就是我方的兵力值跟右方的兵力值。好，那介绍一下它兵种比较一些特殊的功能，就像我是目前现在选的这个支援兵，它有多了血袋跟沙袋。那血袋的话就可以帮队友做补血，那就是拿起血袋之后往队友身上丢，它就可以做补血的动作。那另外就是还有沙袋，那沙袋应该说沙包，它拿起来之后放在地板上，它就可以构建一个防御工事。那他这个防御工事就可以为队友提供一个良好的掩体在空旷处。再来介绍一下跳伞，就当你从高处往下冲的时候，只要你的荧幕上面有秀出这一行字，就代表说你目前可以开伞。那开伞的话，就是你双手要往上做一个拉的动作，那就是同时按住扳机，那就可以把伞拉开。那伞拉开之后，就是用你的双手去控制它左右的方向，或是往上拉、往下拉，可以减速或是加速，就像我现在目前所做的这样。好，那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些玩就是步兵的经验。那这游戏我比较感到很奇怪的是，大部分的人都不太会去往上面看，或是往上面去做警戒，所以。他加上他跳伞的判定很大，就比如说你拉伞，你可以从 A 点直接就是滑到很远的一个点，所以可以利用这个跳伞的功能去滑到一些比较不可能去到的点，那也尽量往高地抢。
因为真的，我真的搞不懂为什么他们不太会往上面去找人。所以，像我目前就是各位看到这个游戏画面，其实你站了高处之后，或者是你找到某个地方高处是可以瞄到敌方要经过的必要通道，那其实就可以做一个很良好的输出，那也可以在这个路上做很良好的压制。因为其实大部分的人，我发现他们还是不会去选择做直接移动的这个移动方，他们会选择用另外一种移动方式，就是要做跑步的那一种。那他们其实就很难停，就是在一边移动一边射击，所以他们就算发现你，他们都会需要停下来，才能对你做射击的动作。那在这个时候，你在我方就会有相当大的优势，那敌方就等于是一个很大的靶子站在那边。那今天基本就差不多介绍到这边，那下一次我可能会独立再做出一集，是专门介绍就是载具的，因为它在前几天我回来的时候，我发现它有一个更新的版本，就是它有新加了运输直升机跟船的这个载具。那早上先前我只有玩过船，就大概研究了一下，那其实它移动方式不难。那下一集我会再帮各位做一个载具的完整介绍。那今天先到这边，各位下集见，拜拜。